海岸的吧？哦，你把亮度，你把亮度调最满就好了。亮度调最满。啊，哪个亮度？你在哪边？这边啊？干嘛露营？这边？我插火把。阿嘎嘞？天哪！倒水，倒水。这边、啊，正我正前方，我刚才差点跳下去，感觉好像没什么哈。哎、欸，那我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有水应该没差，那上去呢？好吧。我钻石镐已经看在中介了，我有木材，靠腰，太多，我被阴了，靠腰，古力派还阴人啊，有。看到煤矿都手痒想挖，啊，当然啊，一定要挖了。小心！啊，有洞吗？哦，有煤矿，哇！小心左边伤害啊！啊，没有。哎，钻石搞太快了，铁镐挖半天。不会啊。Yeah！ 我需要效率的。小胖嘞？这边。我以为这……我这边有木头、啊。为什么你不带木头的来、啊？我带，我不带。你先上去现场挖一组下来吧。嗯。喂、欸。狙击。防御上升吧，没有啊，我只是一直往里面走而已啊，结果里面是空的，感觉又没东西了。没有，我现在在峡谷逛来逛去，因为峡谷走到底是空的。伐木工好了没？啊？蝙蝠。蜘蛛。蜘蛛岩什么？水桶我有，你要吗？给你啊。
我就一个。现在啊，被我知道啊。哦，你在那边啊？等我，我就装水。啊？够。这边还蛮复杂啊。哎，两边点，先往哪一边？兵分两路吗？老板，你先放这个。啊，你要现场做、哦。我，啊，我先一堆铁，我帮你做啊。你要几个？人下雪了、哦。跟你。啊！谁上过去啊？谁？我要做上面的羊。哎、欸，你很喜欢杀自己人哦。是三格。羊肉。杀羊干嘛？要羊毛啊。还没被僵尸干掉，先被你杀死。你的洞可以收起来吗？这边呢？这边。阿嘎这边，你刚刚自己挖的洞。你们怎么突然瞬移了？阿嘎，你怎么会瞬移？教我怎么办到的？加速水没啦。哎，人怎么不见啊？人呢？下面啊？这边。怎么下去啊？这边。哦。哦，哇！这是金木花。僵尸的声音，但是没看到人。看不挖吗？一箱。万恶的幸运稿。太多了吧？看过这么多山。勇者发现弓手有吗、啊欸、靠太多字了，我在下面啊，有个洞，一堆怪在下面、欸、靠腰，好，钻石装充了，别打我！你是摔下来的吧？没有。我不坏。火焰枪。冲下去吗？有水。啊？水是哪来的？先把边边挖掉。哪边？啊！继续动了。蓝色是什么？鼓励趴。这边。挂了。因为后面有人帮我吸管嘛，没关系 ，OK 的。